走逛刮痧拔罐疗法是中医外治法中两种疗法的配合，它借助特殊工具、特殊方法，对人体体表的特定部位、经穴进行良性刺激，通过经络传导至体内，可以起到平衡人体阴阳、调理腑脏功能、振奋阳气、恢复机能、排除治病邪气的作用。中国传统的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器官及组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十二经络、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和十二皮部的经络联系在一起，成为内外相通、表里相应、彼此协调、相互为用、互为制约的整体。走逛刮痧拔罐疗法，其由表及里、深达内部的特点，还有去邪扶正、治疗疾病、把疾病消除在萌芽状态中的绝佳功能。对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匆忙、疏于自我保健的众多亚健康人群，走逛刮痧拔罐疗法不失为一种安全、高效、绿色的保健方式。陈惠普高级医师，中医副主任医师，多年从事中医临床治疗和研究，拥有多项中医科技发明专利。陈医师通过数十年的临床治疗和探索，将中医传统的火罐拔罐方法与刮痧疗法结合起来，发明了走罐刮痧拔罐治疗法，在临床上可以达到与针灸、按摩、推拿、点穴、指压、刮痧、拔罐以及中医中药治疗等方法完全相同的效果。人体皮肤表层，由于是疾病引起的现象，所以在痧字上加一个病旁，而成为痧字。
我们如何通过沙像来判断疾病呢？沙像可反映疾病的性质、疾病的轻重与疾病的预后。一般情况下，实证出沙多，虚证出沙少。实证热症比虚症寒症容易出沙，服药多者，特别是服激素类药物后，不易出沙。肥胖者与肌肉丰厚发达者不易出沙，室温较低时不易出沙。沙色鲜红呈点状，沙少，一般多为表症或轻症。表症或轻症预示着患者的病程短、病情轻、愈后快、疗效好。沙色暗红、斑片状或瘀斑状、沙多，多为里症或重症，即表明患者患病时长、病情较重、愈后慢。经走灌刮痧拔罐疗法治疗后，痧像颜色由暗变红，由斑块变成斑点，由多变少，说明疾病在减轻，病情在好转，治疗有效。一般大约在经过两至三次的走灌刮痧拔罐疗法的治疗，患者的疾病就能够减轻或痊愈。反之，经过第一次的走灌刮痧拔罐疗法治疗后，若痧像颜色由红变暗，由散在痧点转为瘀斑，由少变多，同时病人临床症状表现加重，疾病痛苦未减轻，病情在加剧，就应及时引起重视，患者应及时进行全身的系统检查，必要时入院医治。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居家进行走灌刮痧拔罐治疗时所需要准备的工具。玻璃罐，首先中号、小号的玻璃罐在刮痧和拔罐过程中都会使用到。中号的玻璃火罐常用于背部、腰部等面积较大部位的走灌刮痧和拔罐治疗，小号的玻璃罐用于手、脚等四肢的治疗。使用玻璃罐刮痧的优点在于，玻璃火罐的吸力可以加强对穴位和经络的刺激。竹罐，竹罐同样可以应用于治疗当中。竹罐也有大小型号的不同，分别针对身体肩、背、腰等大部位、宽平的部位或者四肢部位、细小的部位等。塑料药品代用罐，
如果手边一时没有火罐等治疗工具，家中常有的纸筒式塑料药瓶也可以就地取材，成为拔罐治疗的工具。刮痧板，除了使用玻璃火罐进行刮痧之外，牛角板、汤匙都可临时成为刮痧的工具。另外，一些不好刮拭的部位可以使用刮痧板来进行刮痧。酒精，一般采用浓度为 95% 的酒精，用于散火法走罐和拔罐。如无酒精，也可用60度以上的白酒替代。刮痧药酒，在刮痧前先将药酒涂抹于患者的相应部位。刮痧药酒可以增强经络活力，促进新陈代谢，加速人体病气、杀气的排出，有加强走罐刮痧治疗效果的作用。同时，药酒的润滑性也可减轻摩擦，保护皮肤。陈医师发明专利，外用刮痧拔罐保健治病药酒配方：鹿鹿通、威灵仙、寻古风、藿香、紫苏、柴胡、葛根、生大黄、丹参、陈皮、鸡血藤各60克，麻黄、桂枝、续断、薄荷、五味子、生姜各50克，人参、三七、附片、冰片各30克。以上药材入瓶，加入52度粮食白酒2500毫升左右，浸泡15天即可使用，随用随加，也可根据病人数量调整药物剂量。一般炮制一次药酒的量可以使用一年左右为宜。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也可以代替刮痧药酒，在刮痧时涂抹在患者皮肤上使用。藿香正气水用于治疗痧症、中暑、暑湿感冒时效果较佳。患者可以先服 1.5 支藿香正气水，与 0.5 支藿香正气水用于刮痧拔罐。止血钳和棉花，以止血钳夹棉花或纸团作为点火工具，要注意沾取酒精不可太多，以免滴到患者身上造成烫伤。保暖物品，在给患者进行治疗前，应准备毛巾被、薄毯、空调被或婴儿童毯1至2条，在治疗完成后给患者做保暖作用。陈医师发明专利，排毒保健平衡治病茶配方：药用仙鹤草、生地、山楂、茯苓、陈皮、白术、泽泻各30克，黄柏、知母各15克，厚朴、桂枝各10克，甘草6克。以上药材烘干研磨备用，每次用15克左右，泡在500毫升左右的杯中待用。治疗结束后要让病人适量休息，并饮用温开水或排毒保健平衡治病茶水一杯，约250毫升。不但可以补充消耗的水分，还能促进新陈代谢，加速代谢，使身体的病气、杀气排出，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刮痧拔罐的手法特性，
刮痧拔罐的火力适中，用力适中，速度适中，拔罐数量适中，为平补平泻手法。刮痧拔罐火力大，吸拔力大，速度快，拔罐数量多为泻法。刮痧拔罐火力小，吸拔力小，速度慢，拔罐数量少为补法。一般治疗以平补平泻、不轻不重手法为多用。走罐刮痧拔罐疗法的治疗时间及次数，每人每次约7至15分钟。走罐刮痧拔罐的间歇时间为2至6天，或以皮肤上痧痕完全消失为准。一般1至3次为一个疗程，大多数病症在一个疗程内都有明显的效果，或痊愈或减轻。不要在出痧处重复刮痧，以免损伤皮肤。走罐刮痧拔罐疗法可以对人体全身的疾病进行治疗。按照施术部位，一般将人体的治疗部位分为头面部、颈背腰底部、胸腹部和四肢等四大部位。此外，新添加的手部全息区的刮痧治疗是对人体全身系统经络的总的调节，有加强疾病康复的作用。人体的头部、面部分布着重要而丰富的穴位与经络，因头部、面部结构的特殊性、敏感性，除特殊症状外，一般不适用走罐和拔罐的手法治疗。不使用任何刮痧药酒或润滑液，唯有刮痧手法中的干刮较为适合。
一手握住罐体，另一手轻压罐口边缘处的皮肤，使空气从罐口与皮肤之间的缝隙进入罐内，罐体就会自然脱落。洗罐后用干净纸巾或毛巾擦净皮肤即可。同时还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适当增减刮痧强度、手法以及拔罐数量、火力及时间。特别提示，孕妇底部禁止刮痧、拔罐，否则会引起流产。洗罐后注意盖上保暖衣物，防止受凉，饮温开水一杯，浸洗冷水澡，进食冷饮。少阴心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心血管病、冠心病、心绞痛、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肌缺血、心慌；精神病症：失眠健忘、神经衰弱、精神分裂、癫痫、神经官能症；其他：经脉所过的肌肉痛、肋间神经痛。手诀阴心包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心血管系统、心慌、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绞痛、心肌缺血、胸闷；其他：恶心、呕吐、抑郁症、中暑、休克、小心惊风、胃痛胃胀、经脉所过的关节肌肉痛。手太阴肺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各种急慢性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咳嗽、咳血、胸痛；五官病，急慢性扁桃体炎、急慢性咽炎、咽痛、鼻炎、流鼻血；其他，经脉所过的关节屈伸障碍、肌肉痛。手少阳三焦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五官病，耳鸣耳聋、腮腺炎、偏头痛、面神经炎、面肌痉挛；其他，肋间神经痛、便秘、感冒、中风后遗症、肘关节屈伸不利、经脉所过的关节和肌肉软组织病。手阳明大肠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呼吸道疾病、感冒、支气管炎、发烧、头痛、咳嗽。
然后选择小号玻璃罐来刮痧。同样是用刮拭上肢内侧，根据患者的情况，可偏重于手少阴心经的刮拭或手太阴肺经的刮拭。注意，在刮拭中需给患者反复涂擦药酒，刮至皮肤出现潮红或痧象未度。二，拔罐方法。再一次给患者手内关带区擦上外用药酒，用闪火法拔罐，治疗时间为7至15分钟左右。7至15分钟后，从上到下起罐。起罐后，用干净纸巾或毛巾擦净皮肤即可。第二掌骨侧全息诊疗法是全息诊疗法的一种，经过多年验证，在临床采用第二掌骨侧束诊疗法诊断，能快速而准确地找到相应的病变部位或压痛点。然后在第二掌骨侧全息穴位区采用走罐刮痧拔罐疗法，同时在压痛点或出痧处重点多刮，再进行拔罐治疗，疗效很好。第二掌骨侧穴位共有12个，近心端是足穴，远心端是头穴，穴位分布恰像是整个人体的缩影，全部依照人体从上到下的器官位置依次罗列。主治病症：头穴区，主治头部或颈部疾病和五官疾病。主治头部或颈部疾病和五官疾病及咽、甲状腺、气管上段、食管上段疾病。上肢区，肩、上肢、肘、手、腕、气管中段、食道中段疾病。心肺穴区，主治肺、心、胸、纵膈、乳腺、气管下段、支气管、食道下段、肺疾病。肝穴区，主治肝、胆疾病。胃穴区，主治
胃、脾、胰疾病。十二指肠血区，主治十二指肠、结肠、胰腺及糖尿病。肾血区，主治肾、大肠、小肠及腰痛疾病。腰穴区，主治腰、脊椎、大肠、小肠及肾病、肾虚诸疾。下腹穴区，主治下腹、子宫、膀胱、直肠、阑尾、睾丸、阴道、尿道、肛门疾病。腿穴区，主治腿膝疾病。足穴区，主治足踝疾病。走逛刮痧法，先给患者第二掌骨区涂擦药酒，然后选择小号玻璃罐或刮痧用的牛角板来刮痧。同样是用散火法点燃火煤，加热罐体，然后进行刮痧。注意，在刮拭中需给患者反复涂擦药酒，刮至皮肤出现潮红或痧线为度。第二掌骨区也可进行拔罐治疗，方法与身体其他部位的拔罐方法相同。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下肢部位有哪些经络、穴位，以及走逛刮痧拔罐治疗的疾病和方法。足三阴经有哪些经络、穴位？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足三阳经有哪些经络、穴位？足少阳胆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足三阴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足少阴肾经、泌尿生殖系统、急慢性前列腺炎、阳痿、早泄、遗精、术后尿潴留、睾丸炎、痛经、月经不调、盆腔炎、附件炎、胎位不正、各种肾炎、水肿。头面疾病：头痛、牙痛。其他：消化不良、泄泻、耳鸣耳聋、腰痛、中风、休克、经脉所过的各种关节肌肉软组织病。足厥阴肝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生殖系统疾病、痛经、闭经、月经不调、盆腔炎、前列腺炎、疝气、肝胆病、各种急慢性肝炎、急慢性胆囊炎、肝脾肿大、抑郁症。其他：头顶痛、头晕眼花、各种眩晕、癫痫、胃痛等。足太阴脾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消化不良、泄泻、痢疾、便秘、妇科病、痛经、月经不调、闭经、月经提前或错后、盆腔炎、附件炎。男科：急慢性前列腺炎、水肿。其他：周身不明原因疼痛、关节炎、
经脉所过的肌肉软组织疾病，足三阳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足少阳胆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肝胆病，急慢性胆囊炎、胆绞痛、各种慢性肝炎。头面五官病，头昏、偏头痛、面神经炎、面神经麻痹、耳鸣、耳聋、近视。其他，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胁下痛、经脉所过处的肌肉痛。足阳明胃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胃肠道疾病，小儿腹泻、胃胀、胃痛、胃下垂、急性胃痉挛、胃炎、胃神经官能症、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消化不良、食欲不振、便秘、泄泻、痢疾、胃肠蠕动过慢。头面疾患，痤疮、黄褐斑、头痛、眼痛、牙痛、面神经麻痹、腮腺炎、咽炎。其他，中风偏瘫后遗症、慢性阑尾炎、乳腺增生、白细胞减少症、经脉所过的关节肌肉痛。足太阳膀胱经预防和主治的疾病。呼吸系统，感冒、发烧、各种急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炎。消化系统，消化不良、腹痛、痢疾、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急慢性胃肠炎、肝炎、胆囊炎。泌尿生殖系统，肾炎、阳痿、睾丸炎、闭经、月经不调、痛经、盆腔炎、附件炎、宫颈糜烂。其他疾病，失眠、腰背痛、坐骨神经痛、中风后遗症、关节炎、经脉所过的肌肉痛。施治方法，手灌刮痧法，先给患者腿部相应经络涂擦药酒，然后选择小号玻璃罐进行刮痧。同样是用散火法点燃火煤加热罐体，然后沿腿部从上向下刮拭。根据这位患者肠胃功能不好的情况，偏重于足阳明胃经的刮拭。注意，在刮拭的过程中，需给患者反复涂擦药酒。刮至皮肤出现潮红或沙线未度。拔罐方法，再一次给患者相关部位涂擦外用药酒，用散火法拔罐。拔火罐时选择竹罐进行拔罐治疗，在于竹火罐罐体较玻璃火罐重量轻，宜于吸附。特别提示，四肢的手全息区、手内关带区、足三里中平带区均为人体敏感部位，选择刮痧拔罐时一定要手法轻柔慢，过重过快会让患者感觉不适。这个疗法主要针对足阳明胃经的治疗。足阳明胃经可以调节脾胃功能，人的脾胃好了，全身的病症就可以消除或减轻。同时，足阳明胃经的足三里穴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健穴位，常按压刮痧足三里，可以预防疾病，长保青春。还有足三里下一寸的中平穴
也是可以调节全身平衡，达到治疗保健的作用。治疗时间为7至15分钟左右，即可起罐。也可以使用藿香正气水代替药酒给患者涂擦。经过治疗，可以看到痧像已经出来了。神阙穴位于肚脐眼中央，故又名脐中穴，是人体任脉的重要腧穴。中医学认为，脐为先天之本源，生命之根，又为后天之根源，十二经之发源地，精气之海，具有调节全身经脉气血的重要作用。肚脐好比是人体的一个总开关，治疗它对于全身的病症都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对胃部和腰部的病症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拔罐方法，用散火法给肚脐，也就是神阙穴，拔上火罐。神阙穴的主治病症，用于治疗上吐下泻、腹中虚冷、腹痛腹泻、肠鸣、小儿厌食、老人滑肠失禁、脱肛、水肿、骨胀、妇人宫寒不孕、中风、霍乱、脚弓反张、不省人事等症，还有关节炎、肩肘炎、坐骨神经痛、前列腺肥大、荨麻疹、过敏性鼻炎、小儿厌食、周围性面神经麻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小儿遗尿、附件炎、子宫脱垂、不孕症、神经肌肉病等症，对于减肥美容也有非常有效的作用。7至15分钟后起罐，起罐后可以看到皮肤处出现紫红色淤血，属正常反应。经常在神阙穴拔罐，具有强脾健肾、回阳救逆、和胃理肠、行气利水、散结通滞、活血调经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此穴位只可拔罐，不可刮痧。走罐刮痧拔罐疗法是在人体体表皮肤上进行的治疗，故无毒副作用现象的发生。即使初学者手法不熟练，除稍有疼痛外，一般不影响疗效，绝不会有任何不安全的事故发生。所以只要严格掌握刮痧拔罐疗法的适应症、禁忌症和注意事项，就可以放心大胆使用。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走罐刮痧拔罐的独特方法，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健康、平安与美丽。